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。我们从下一集开始，我们就派给小宝宝跟可乐老师两个一起拍了，加油哦，回家去。我们今天就要拍《降鬼好玩》第二集，我是小罗罗，然后你是？有西哥。我是可乐。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去了找了两间，可是还是不成功。现在我们在维多利亚的学校的外面，很恐怖哎，那月亮太亮了，老师。就是这一家。我的妈哇！OK， 就是这个20号，现在有人住了，这个20号。有人住了，我们就不能进去了。对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店家呢，以前就是一个独立式洋房，然后呢，在1992年4月23号的时候呢，这里就发生了一起冷血杀人案，一名美国家庭的保安杀死了两名小孩，还有他们的女佣，然后呢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们的尸体呢，就是切块之后呢，就丢进了这个洋房的化粪池。然后这个保镖呢也很坦然承认了他的罪名，所以现在很多人经过这个屋子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有小孩站在这个门外面，偶尔听到小孩的惨叫声。老师，我们在门外面啊，我们就站在这里，不在门外面，老师。所以我们现在站在他的门外面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他门牌，不是开玩笑的，20号。这个就是他沟渠吗？这个月亮超圆的，等一下我。知道月亮亮不是好事。Run！ 喂！你这么贱，看正面都跑，你很贱啊你！我那个冷静，你以为？你这样的表情，你叫我冷静？大家看一下月亮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地点。我们要谷歌找一下下一个地点，就去那个学校吧。学校不要我。什么学校啊？刚刚有一个维多利亚学校，不是吗？啊，那个也是其中。但确定那维多利亚学校还有在的？我先试试一下啊。那一定要我再走。月亮照在我的家，还在学校还在啊？有人讲学校还在，走，我们先去试一下。我操！就是这个地方。老师，这里是讲吗？看到什么？这里就是说，如果你每次到晚上的时候呢，在这个草场里面，会有看到日本军步操的声音。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声音吗？就是这个声音吗？这个又是一个幌子吗？我没有说谎。不要相信。是要想办法进去吗？我觉得不能进啊，这边都写了不能进啊。我刚才看，我这边写了不能进去的。这边。迪拉让马索。闲人免进啊！我们又不是闲人，我们来做事哎。闲人。我很闲啊。我们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在网上找了8大马来西亚鬼屋，我们选了2间，然后呢，2间都已经有人住了，是不能进去。就是网络上的写的消息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，就算是以前的鬼屋都已经不是拆了都拆了，就是不然就是有人住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不如我们进去反问那个人啊，你住这边有什么感想？你知道有，然后你说你知道以前有人自己就是有人死过，然后有人杀过，然后塞在你的粪池里面吗？这样子，结果他明天直接不敢了，直接不要做工，直接搬，明天直接辞职不要做工，明天就直接搬走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看整个环境是怎样的啦。小火罗负责剪，我负责拍，我不管他拍到什么，就是他剪的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一下，直接给你整个东西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找不到那个地点，然后我们决定怎样，
我们节目完全改模式，我们现在完全为有需精心策划一集美食节目，也算是我们酱鬼好玩的一个 content 啊，因为是讲也很符合我们的节目名字、啊、好玩吗？玩啊，吃东西之类，我们都会继续这样子拍啦。我们还是有关于到鬼的，还是恐怖的， yeah. 还是恐怖的。我们带游戏去打小人，太多小人了。有啊，有很多。Open， 可厉哦 ！Yes。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. I know I'm not innocent. You deserve a better man. But let me just hold your hand once more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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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nna take you out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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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you what I'm all about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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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ke up for what we lost.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we're gonna fall in love. I don't care about you and him.I don't care about what has been. I only care about your soft skin. Cause we're still sleeping in my head. I don't care about you. 你忘记前世了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快点。香吗？蛮好喝的，但是它后劲还蛮强的。它有加一点酒精啊。就是你喝完之后。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，但你吞下去的那一口的时候，它会突然间有一股东西涌上来。我就完全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忘记我的前身了。喝了孟婆汤。孟婆汤喝了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刚刚 order， 我们 order 三样东西。我们孟婆汤。打小人。打小人。打小人。报应。孟婆汤。三种。你看我小小楼下已经变成一个观众，不用腮红也可以了。真的，结果变得超红的。因为其实是这样子，本来我们要去就是谷歌设想一下，说我们要去的几个点，但是这几个点呢，不是有人住了嘞，就是有 security guard 顾啦，所以进不到去。鬼屋也不容易找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鬼屋也是真的不容易找。我们现在三个完全就是一个醉汉，醉汉的。节奏，可是我没有喝酒啊，喝一口吧。Okay, 我们任何业配都可以接哦，请拨打这里，然后 OK， 去 W， 打什么电话，然后 email 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都什么业配都可以接 ，OK。其实我们就是除了这个鬼屋，我们还可以去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啦，比如说按摩院 啊，好玩的地方啦，闹鬼的按摩院啊，闹鬼的餐厅啊，闹鬼的酒店啊，我们都愿意接 ，OK。所以你们可以介绍我们。然后业配的专线在这边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follow Yoshi 的 Instagram，follow 小罗罗的 Instagram， 还有关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哈 YouTube， 哈 YouTube 的朋友，好吧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。可是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。对，你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。或者是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推荐我们下次去挑战的，也告诉我们，好吗？好玩的地方啦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我们只是在好玩，但是要恐怖、就是、啊！对，我们都是在做节目啦，有些留言就不要太认真。对，真的不要太认真。我真的没有在吃游戏过的。哈哈哈哈哈！
拜托，真的是因为西瓜吃我的豆腐，很介意为什么？我真的我的豆腐完全都被吃光了，大家都没有顾我在顾他 ，OK？ 明明就是他扑在我身上，你就顾过我感受吗？这位整先生，这位整先生真的，我是无辜的。你为什么超记得他的名字？我的超记得他的名字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很介意啦。OK， 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做第二次 ending 了，就是，记得要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拜拜。I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。影片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分享、订阅。